會覺得好像學費有啲白交咁樣咯，都唔知道可以點做咯，好彷徨。疫症未停，全港学校停课，复课日期一褪再褪，最新要去到唔早于4月20日。唔想耽误学习进度，不论大中小学都实行网上授课。不过学起嚟困难重重。咁有啲咩困难嘅地方呢？多数都系啲技术上嘅问题啦，譬如老师其实都唔系好熟点样用啦，讲到重点嘅时候就收唔到，听得唔清楚咁样。黄同学读紧大专三年级，佢话上语文堂嘅时候就特别麻烦。上语文堂嗰阵啦，咁老师都会要求我哋开麦一齐读噶嘛。咁有啲同学咧开咗麦读就可能快啲，有啲就可能慢啲，因为都会有时差，咁又变咗会叠声啊，咁可能又会听得唔清楚咁样啦。实际情况是怎样？我们实地观察大学四年级的陈同学怎样网上上堂。 Especially when you are doing sports together with men, do you have any experience of being harassed? 他都觉得学习气氛麻麻。我觉得不是那么好的，因为有些同学比较是怕丑一点，他很少开咪真的问 professor 问题，他会在 chat box 那里打的。很多时候就 professor 挂着讲书但留意不到，即是同学在 chat box 问他问题。是不是真的这样呢？陈同学一于试下发问，等下等15分钟过后。咦，他答了你了。这个是同学来的。答嘴。咁又系 ，professor 既要对住个 mon 教书，又要控制电脑软件做 live， 仲要望埋学生嘅讨论栏，真系好易睇漏，影响教学进度嘅。你觉得呢一种嘅网上授课啦，可唔可以代替到面对面见到老师咁样上堂？我觉得唔可以咯，因为系其实好，即系我自己个人感觉或者系同学都其实即系之前有上堂，其实觉得唉要上好早嘅堂，好唔想翻学。但系而家其实我哋个个都话好想翻学咯，因为就系翻学其实可以见到班同学啦，即系学习气氛好好多，可以即刻去讨论，同埋系即系一有唔明，其实可以即刻去问嗰个 professor 咯。但系而家就可能难啲去啲嘢好即时去问佢啊，所以其实都翻学嘅即系学习嘅动力系会冇咁大咯。我哋仲喺某大学嘅秘密网发现，有人提醒同学下次换衫记得熄 cam。睇嚟同学们网上上堂，除咗要小心啲，更加要专心啲至得。网上授课障碍重重，又易分心，喺翻宁静嘅大学宿舍进行，又会唔会好啲呢？好多人都退咗宿咯，都唔知道可以点做咯，好彷徨。因为家人多嘈杂，何同学几经辛苦申请到大学宿舍，遇上停课，一心以为可以在宿舍较安静的环境进行网上授课，点知都要忍痛离开。学生会啊，去同校方去倾过的时候，才发现原来是即系可能有些同学佢系被隔离咁样，即系我哋都很担心咯。即係自己住喺嗰度啦，又唔知隔離房或者其他房係咪有內地生住，又唔知佢哋係咪染咗病喎。跟住因為我哋好多設施都係一齊用，即係譬如話可能出去煮嘢食啊咁樣都會接觸噶嘛。咁如果佢哋冇戴口罩嘅話，咁可能會傳染都未定。終於喺2月中，佢收到嚟自學校宿舍嘅電郵，建議本地生就 quit call 啦咁樣。之後就話會安排翻全數嘅退款俾我哋，咁但係就令到好多同學覺得係將宿舍變咗做隔離營咯，就要逼本地生去即係讓翻個位出嚟攞嚟做隔離營咁樣，所以即係同學都會對校方嘅處理覺得好失望。大專學生面對重重困難，不過中小學老師一樣要勞心勞氣噃。邊個未入 Google Classroom 未交功課㗎？而家系停课，唔系绝学啊！唔该，你交功课啊！有咩唔识嘅话，你 WhatsApp 我咯。单凭呢一把震撼嘅声音，已经感受到作为老师嘅要追学生功课嗰份怒气啦。不过学生咧就话好少嚟，唔方便，唔做啊！我哋点解唔方便咧？觉得我唔中意喺网上做咯，因为好麻烦咯，有阵时候捞唔到，跟住做完之后又要重新再嚟过，因为 upload 唔到。有老师要隔空追功课，亦都有传闻话学校俾学生做啲好有趣嘅功课。
有中學的體育功課，有傳聞是要中四、中五學生跟呢只舞跳，仲會用嚟計考試分。不過同學們都齊齊話：咪搞啦！嚇，有冇得欠價？好尷尬，就算匿埋一間房跳都好尷尬。呢啲舞好 B B 同埋幼稚咯，有啲。即係你話做下體能嗰啲都叫做 make sense。停课不停学，教的艰难，学的辛苦，有学生仲惊多年辛苦都付诸流水啊！停课接近三个月，最受影响又最担心的，相信就是呢52,000人啦。每年三月都是 DSE 考生最后冲刺的季节，过往不论是日头夜晚，不论是快餐店定是自修室，都见到应届考生在度写笔记、做练习，甚至大班人在度补习。但今年考生想找地方温习都好难啊！最大的困难是可能温书的环境方面，因为本身我哋都可能有 plan 到翻学校的 study room 度温书，或者一些政府的自修室去温书，但是因為其實佢哋都生曬啦，咁自己屋企可能又會好嘈啊，或者個環境會好懶散啦。咁但係一啲出邊嘅自修室可能都會好貴，可能都要幾百蚊個鐘嘅話，都未必負擔得起。為咗應對疫情，公共圖書館同埋自修室都暫停開放，曾經唯一運作緊嘅只有呢一個環書商咋。雖然圖書館已經局部重開，但自修室就繼續關閉。一心求學求分數嘅考生們，唔止少咗地方温習，仲失去埋模擬考試嘅實戰機會。我哋學校取消咗個模啦，就變咗將啲卷擺上網，等我哋自己下載落嚟做咁啦。始終比一個真實嘅考場嗰個環境係爭好遠啦，冇得好好咁樣去熟習下環境啦。因為真正一入去考場已經真正嘅 DSE， 咁我就擔心可能到時會有咩差池啊，或者唔適應咁咯。Miss Tanner， 咁喺疫症嘅影響之下啦，點樣影響到啲學生嘅心情咧？好多考生咧就會覺得自己好孤軍作戰啊！咁因為平日如果係可以翻學校啊、翻補習社啊，面對面問老師有啲咩唔明可以即刻問，咁但係而家停課咧，個個就自己喺屋企，咁就變咗好單打獨鬥嘅感覺啊！咁所以咧，即係今年嘅考生咧，就我覺得會喺心理上會多咗呢一種嘅孤單咯。孤單忐忑，擔心成績之餘，有考生更加擔心市場嘅衞生安全。政府就話咧，即係而家你病咗咧，就唔俾你去考試啦。驚唔驚啲人即係衝關照去考試啊？誒，其實都驚噶，因為你唔會知佢哋嘅心態係點樣噶嘛。如果係我，我會。點解咧？我唔想用多年時間讀書喎。停課近一個學期，仲要考試又臨近，師生都面臨好大壓力。疫症危害健康，重创经济之余，仲会唔会打击咗莘莘学子嘅大好前程咧？